观众朋友们大家好。大家好。今天呢是围甲的第三轮，那么今天呢有一盘很重要的棋呢，是我们贵州卫士队对北京大宝队他们之间的比赛。那么其中呢一盘棋呢是我们的聂九段对这个陈耀烨，对，是吧？北京大宝的陈耀烨。那么他们两个人呢也是有缘，经常能够碰在一块儿哈。是。这个有一些话题，但是呢今天我们呢就来看他们的棋局。对，这是一盘快棋。一盘快棋。快棋，这盘棋呢是陈耀烨之黑，聂老师之白哈。陈耀烨这个棋手可以说近来风头也挺劲，跟古力刚争完世界冠亚军，对，现在是世界亚军，对，这个也不得了，年龄最小啊，也等于破了记录了啊，这个所谓实力我们就不可置疑了，走这个，这普通的，这个是陈耀烨过去下过的，这个棋他也是比较熟，是吧？走这个啊，顶。常见的定式，那么虎一个是吧？对，然后拆，这个棋拆一个，拆二，拆二，这是普通的。然后那边再是空角，走一个新位啊，是吧？有新位，那么挂一个角，挂角，定型，定型很快。然后这个拆二也很大，不走的话，这招棋明显大，但是关键是不光是大场，关键是攻着黑棋，所以这个拆二呢也是常见的。他们两个是快棋，快棋呢就是说那就非常快了，这是30秒一步的，走保十次保留一分钟哈。那个快棋呢应该说这个聂老师 是挺厉害的，但是呢他最近状态很一般，状态，这个不管怎么说我们不服老还是不行啊。嗯，他这个陈耀烨是正当年正是在一线呢最火的时候啊，所以还是不一样啊。这个时候先冲，是伺机想动出这个白子。哎、对对对，当然是这个棋，你往中间走啊，也是有的。这边要长，这边要震。那先冲呢是，也是一个常见的一个常见的一个下法。哎，对，这是我看这个聂老师经常像这种先冲的点，他很喜欢，就在长这个。这个看来这个一飞，哎，这个像是一个。一个是顺势啊，顺调，顺调哈、啊，我们都讲顺势顺调，这个像是一个顺势而走的一个方向。啊，黑棋把这个爬过来，黑棋落着一个这个，但是呢，它从那面能够打入，是吧？打入，它是走什么呢？现在好像还没打入。没打入啊？现在白棋没有打入吗？他是打入的，走的这个，走的这个打入，哦对，走这儿，打入这个，这个打入呢是一个，你用这个地方你欠一手棋总是要打入的，对吧？就是打的高还是低的问题，高低的话他担心的，我担心靠压，这边有靠压的问题，所以高位这个棋呢打入是必然的啊。黑棋这个棋呢应该在这儿拆一，点在一个形上、这个拆一呢它瞄着这个地方有冲断，这最简单的这个地方，这个就把白棋给断了，所以这等于拆一有这个棋呢之后呢白棋要补，对，白棋一贴，白棋要贴补一个，然后黑棋再跳出、再跳出来，那么这个是他的先手是吧？是，这先手走掉，这么定型，下面就是白棋啊，白棋把这个头给震住，他如果往那面走可能还担心这个是吗？是否担心，我也挺想白棋走这儿的，很想走那个啊，嗯，你跟我感觉有点像啊，那走那面，我走这个再不离或者把那个走掉，是挺大的，敢不敢走这个，这是快棋，但是聂的棋啊走得比较厚，比较厚，聂老喜欢厚实，喜欢厚实、这个棋有很多人可能就是你来吃我，反正是你吃不着我，我把那个大的先捞了，这是一种想法，那么实战他是走的这个阵，看实战啊。那么黑棋尖的、黑棋尖，这个尖也是刚才，这个就是双方的形啊。那你不走这个形，黑棋走这个，你跳出来，他就拖过。这个拖过也有点，他主要不甘心于这种尖，
这种如果这样的话是不甘心的，是吧？对，好像白棋把黑棋缠绕攻击了。对对对，所以呢，一手拖过，白棋搬下，对，一段，走了一个这样的形状，是吧？对，起一吃。哎，这个棋可以打吃，打吃它皮。那看来这个棋啊，当时。不顶晚点走就是一个很好的劫财，但是哪想到这马后炮，这也是快棋啊，快棋。现在都走什么劫呢？是点的，不靠一个，靠这个，靠的，靠一个劫，让黑棋退，退一个，然后提一个。这个靠当然稍微的有点损，但是也损的不多。这个棋很难说的，稍稍的，有时候可以想保留。现在白棋尖一个，尖这一类的棋啊，应该说是。白棋喜欢这样的形状的，嗯，是吧？这个棋，就是缠绕着这个黑棋，让你如果打，让你棋爷粘回去，那当然好了。白棋一尖，黑棋呢走什么？黑棋是打吃，打吃这个，嗯，打吃这个。让白棋长，这个长是否也可以考虑？算了吧，啊，让黑棋把这个给拔了，拔了哈，好像不太肯啊，对，感觉上太委屈了，太委屈。好，那你的意思也是尝一个，但是好像现在白实战就是这么走的啊，对，提这个，走这个，然后黑棋把这个提了，提掉，白棋把这个提掉，把这个提了，感觉白棋还行啊、哦，白棋还可以，然后黑棋打吃，对你如果真让被他回来，那可是没捞着东西，黑棋，对，所以这个棋陈妖叶啊。在这个时候一叫吃吧，嗯，是吧？叫吃，叫吃，提掉，搬住，再搬下去。嗯，然后白棋加，白棋加一个，然后黑棋继续不踢劫，这个劫应该要必须得打赢，这个时候对。好，那个应该说白棋感觉还可以哦。然后一搬，这个是有可能会有损的可能性，劫财上稍微的不太舒服，他提是吧？黑棋呢？黑棋贴贴一个，白棋敢不敢吃呢？吃的话，主要这儿扇一下太难过，这人受不了有点啊，受不了，受不了这一扇、嗯，所以这个提回来，他受不了这个打住，嗯，对，他这个打一个难过一点，因为他提那个还先手，劫财不好找。啊，对，实战白棋是碰到这儿，就现在就是劫财啊，也挺重要，这都舍不得走，关键，你走完之后啊，以后被黑棋刺一个你难过，不想保留，那这个地方舍不得走，所以使得这个棋呢，它碰一个，实际上这个棋呢有可能有损，也损，有损的可能性啊，这损的可能性比较大，嗯，那黑棋继续搬，搬这个。嗯，这个时候敢不敢，敢不敢这个呢？但这个还是被闪下。不，他主要先提。先提，对，这个棋关键你还没有打赢过去。那只能粘住，再来一下。对，你还得靠打这个劫吃这个。粘这个。那即使如此呢，也可以考虑这个，是否也可以考虑呢？就忍了，这忍了，让你表过回家。嗯。哎，你这个地方你走这个嘛，我就往回走。这个。胡这儿，胡哪儿？接上。这个都没不怕，这都不怕，这都不怕。嗯，就说白棋，我替聂老师想啊，我说这个是不是可以考虑了？可以就这样吧，忍一忍。哎，你这个嘛也不怕，这个可以跳出来，嗯，是吧？这可以跳出来，不怕。所以这个棋是不是可以考虑这样的棋？啊，也可以考虑吧。虑你让你只要粘上，它就胜利了。你粘回来，它再走别的。这个扇一下就扇一下，算了。他做的什么？实战他没有粘，实战还是去很凶断了。哦，这个棋一定要拼这个劫。他拼的厉害，这个拼的厉害。然后提掉。嗯，这拼的厉害。其实虎一个缠一个也不怕。然后白棋把这个退回。退回来可能就黑棋就消劫了，是劫了。黑棋就消劫了。消劫了。嗯，那个太大了，这个太大了。那你这个断就意义上，我自己认为，我要是我选的，我就吃，皮我粘上，虎一个我就尝，这不怕，是吧？
其实现在看断在上面意义不大，给它放出来。现在这个时候白是断了一个。对对，你给它等于这样虎，我就没关系的了，点我就挡住这个棋，给它出来。但是这个大，这个关键让它去，这个棋让它粘回来就不得了。嗯。而现在目前的情况，你一断，被它提了。啊，这用这个不是大劫财，这下面后续手段在哪儿呢？后续手段是断，断一个是吧？嗯，断一个。黑棋，黑棋脱线了，先打一，这绝先啊！打完以后再立啊，然后白棋长，因为我这局有交换，黑棋这下面其实挺安定的，不是很担心，这个、不是感觉特别大，不是感觉特别大，他、嗯、就在这儿分一个头吧？对，分在什么地方？分在这儿，啊、这儿这儿。这个明显特别大，要说我都感觉要在中间扔一个就特别大。对，说不定可能是这手棋还在这儿比较好。哎，要我都可能就往那儿站，你这面给你吃了，你吃还吃不干净，我是强的。对，吃不着。你走这个没关系，我就再补嘛，没关系，不要了，那边先抢了，给你这个吃再说了。嗯，我有可能这么想，这个地方形状是好看，但是这个眼见的给它分一个的话。你吃不着它，被它两块，就像这种大事中间一分是最好的点，就被打散了。当对方有一个最好的点的时候，我不管三星，先把它抢过来。如果这边没有急的话，没有要命的时候，哎，对，只要不要命，我先把大的抢了。这也是一种思维哈，思维方法。那么他在走这个，在这儿逃出来了，然后一长，哦，他长出来，他这个字还想动这个字，他主要这儿这个字连回来之后，对上面他有种种的先手，比较尖的哈，嗯，长这个他叫吃先手，粘上，这是他先手，不管怎么这个提过来很大，干净。本来我觉得这个陈耀烨这个下吧，有可能落空，哎，有他不见得就好，这种。被敌人抓花，这是在过去教科书上说是意思就是不太好的，这基础教育都说这个不行。但是呢，这个现在他下了，但是呢最后三转两转，都给他提干净了，反而觉得他挺大的。嗯、然后他就搬一个关键角上有个点三三，他把这个字转过来，他一个点三三呢，特别大，那个点三三不能省的，等于是他等于先手啊。把这个中间给连回来，是这样吗？是，哎，搬了它长是吧？然后白棋还长，它这个中间往中间走的，它那个子挺大的啊。中间长了跳啊，它一长一爬一跳，这个地方整了一个形，这个三三还留有不得了，这个三三等于像先手的感觉，是吧？三三不能，白棋还在攻击黑的，哎。这个地方应该说陈耀烨好像下到这个时候啊，我觉得他形势啊，他好像黑棋，刚才那个本来白棋吃在那儿，我觉得挺想下白棋的。嗯，那这种棋呢，陈耀烨可能他这聂老他让你攻他的时候啊，他更好掌握一些了。这个黑棋好，你攻起来累，攻起来有点累啊，这个地方怕冲过来，他补吃断哈、啊。对，然后一虎下去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棋虎一个，就我这几个子可以看清了，其实。对，看见你。但是也吃不掉，断不了。这棋没有多点被他冲了，对吧？就是你来不及。对对对，怎么吃哪儿粘呢？吃不了，对。这个不行，是吧？这个棋。所以冲的断了，这个棋他没有点，对，他只有走这儿，走这个他就顶住，是吧？顶住他，因为这个虎了，这个角上更留有味道。对，这个棋这个先手不多，是吧？对，这个先多一下，这个是他的先手，可以、嗯、这个比较舒服的先点掉，然后这边花手不走的话，这一点三三太大，是，所以这个一定要补了。但是你补的时候，我会把这个三三给你点了。够凶的，这个陈耀烨还挺凶的。这块棋他先让你来攻他，不怕，因为头在外边，这里还有。不，这个是倒是活棋，但是黑棋一走就活的，对吧？对，这个一走就是明显的活棋。你要攻他，必须走这个，他再往前贴。再往前。头在外边的。头很长，一条龙出来，这么厚，他反正眼位啊，这有半只眼。嗯，他往外跑，他让你来吃他。对。这棋火候啊，让白棋难受。这个火候下的挺好，是搬的吗？是退的吧？退搬，用这个被他搬一个大吃，那个可能先手货味道不太好，嗯，味道 尝一个，再贴
嗯，然后这个时候白棋是要攻击这一块，然后黑棋就往前贴。对，这个棋大，从感觉上是黑棋，感觉上好像让白棋来吃它，使得白棋心情有点矛盾。你不吃它的话，它有省手棋，效率高。你吃它呢，又怕落空了。落空了。其实像这种让对方来选择的时候，其实是最难掌握的，对方就是最好的，让对方来选择，对，让你吃还是不吃，不吃又难不甘心。如果只有当然的选择，那当然你就下的水平不够了，就是要让对方来选。嗯，那这样就让他来吃，他其实反而你老是反而不舒服。现在你要是拼空的话，不吃的话又怕不够，对，硬吃的话又不行，他白棋走这个了，对，把这个先拉回来。这快棋他有时候做决断吃怎么吃了，你长他就给你贴一直来，这棋长一尺无眼自活，你搬他就搬，他这个眼呢、啊、他这儿只要做一个先手眼上面就活的，是吧？对，是所以说还先把眼见的先把这个先拉、拉回来再说，又不敢直接吃了。那但是这个被搬呢、啊、或者什么他没有，黑棋还拼过把关子抢，还在抢关子，挺凶的，这挺凶的。这个陈耀烨等于又抢一手那个角，抢一手关键这个地方随便走走，这个地方有味道。对，最后一点完以后，这儿马上就搬断了，搬断了。对，等于有先手，等于是抢了一手啊，他相应的就补强了自己的自身。但其实聂老这手棋也有他的意思，这一马上就断。那这个是不是便宜的问题？你对对，你如果粘上这个棋，这长一个又压一个，这个地方走啊不便。白棋在这儿，因为黑棋这儿有棋，这有头啊，这个地方成母没有意义，效率不高，所以他只能靠别的手段。他这个也这个断是不是就大？对，这样断黑棋吃在上面了。对，他弃子了。对，把这两个给弃了。他把这样的等于一个这样的转换，他把这个踢掉，把这个吃的话。嗯，是不是大那个棋？它有可能不见得大，是吧？这样的实战是走成这样，它没有，它没有去这个，它还是继续攻击中府这块，走这儿，攻这个。那等于是你已经，就是说这儿放了一手了，多了一手棋，对，再攻，让你这一手棋让黑棋挪到这儿了，挪到这儿，它中间要吃不着的话，肯定就落空了，有落空的嫌疑。嗯，所以这个棋啊，攻它，所以让有点难受啊，不舒服啊。如果哇，这个棋可能会冲。哇，先冲。冲，对，你要粘的被它这个吃了，那肯定就活了。嗯。你要走别的话，它双脚吃。吃，所以这个棋啊，单靠是好棋，好棋，对，单靠好。然后白棋退。退。这时候黑棋还是冲的。他不是、哦、不想花一手棋这样自补一个，他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点。借用先这样吃、这个、这样顺掉、哦、吃这个，吃这个他就希望成为这样的话，你这两个就中了，这两个中了的顺势，就是我往外跑的时候啊，让你陪着我跑了，对，哎，找个陪的，这样呢你就说我有力啊，借你的力量，你的送我，等于我给我送出你的虎口，哎，这个当然是，这就是常见的一个做活的手段。哎，我要跑必须不能单个跑，单个跑你若粘上被他搬的话，再冲挡再吃，打吃人家可能会从这边打、哎、会跑了。那、嗯、唐丽说的对，他说再走就不同了。嗯，那么所以他单走要先叫吃的啊，对，这是一个好次序，对，好次序。然后白棋是吃的这儿，嗯，然后黑棋把这个拔了，那等于还原一样、嗯、等于是你搬，你不管走什么他提，你不走他这儿有个冲断，对，这儿有个冲断，你叫车他就粘上了，所以等于是提了，等于这个交换。反正是那要这么说，这个之前呢应该先吃掉，先吃，哎，跳之前可以先吃掉、嗯、那吃他怕也有可能他吃的时候他就会理了，吃的时候他就不走外面，就可能先点三三给你两个吃了、嗯、所以有可能走不着。然后一段吃，然后黑棋把这一拔，哎，白棋呢现在走什么了？把这个给补回来，这个不能被黑棋拉回来。说这先手拉回来太大了，的对，你等于是什么都没走着啊，嗯，被他提成这样，有可能是损的，走成了一个损的，所以这个棋呢要扩大这个，得把这个
扩大这个战果啊，这个棋立下来也算这个棋有个交代，嗯，他总算吃着这些东西了，但是实际上就是说只是吃这一点呢还是不肯呢、啊、嗯，然后黑棋跳，黑棋跳一个和白棋这个交换，嗯，不走刚才说唐丽说这个很搭，对，这一点完以后，这你走这个的话得有这个，他有个扳呢，对吧，对，这个棋不行的是吧，打吃的有扑啊，所以这个棋有棋的等于飞很难过的，所以他必须得补，要补要补要补，哎，补一个黑棋，黑棋把这个给粘上，哦，粘上这个棋，白棋这个地方好像有点味道，味道很大，这个地方随时啊，他急的时候还有这个呢，对，可以直接岔进来，对，还有这个问题呢，因为黑棋上面很厚嘛，这个黑棋看似肯定是不见得吃掉了，但是好像有点薄，肯定会被搜刮的很惨，他还有一种可能就往这儿靠一个，对，这种你里面的不知道你怎么硬，我回啊，对，这一长就被割断了，把这个要攻这个，对，这个地方总是你欠的，欠的有棋，所以这个粘上很大，相应很大，不单纯是一个官子，对对对对，有道理，然后黑棋现在是自己补了一 个、啊、但还是被人家刺了一下，啊，所以这个聂啊，他是讲究形状的，像这被他的棋是喜欢讲究形状，哎，所以呢这个地方被他刺一个他会心里不舒服的，哎，他一提让你自己去补他不舒服，嗯，你要自己走这个呢，其实他就被你点，他就是黑棋多眼位，没有不可能、啊、对，那当然这个刺他也不舒服啊，这多一个，这个地方多一个子，这个地方有很多借用啊，嗯，也不舒服的，在这儿冲一个吧，没冲，没冲啊，黑棋这个时候黑棋先尖这个，尖这个，嗯，收官挺大，脚上有棋，脚上有棋，但白棋也没补了，白棋走这个要吃它了，这个地方这个棋下面是有一个眼的，它主要是这个棋，我这是眼，这儿挤完之后这儿吃，还有一个眼的问题，嗯，哎，他我挤了这个，这上面又加强了，但这个是不是有点过分呢、啊、但他挤这个是还是有眼的，就有个后手眼，我打吃棋，不我随时我可以扑掉你，可以扑掉你、哦、随时可以扑，哎，你看那你一般我马上就扑了，马上扑了，这个有点强硬，就想吃棋了，有点强硬，这个好像有些勉强，勉强，或者是你要吃，这能吃着吗？这一条龙，如果吃不着，你可能有那个什么，他这冲一个是你硬上，对，冲，然后挡上，这个挡对吗？但是不挡的话，这里是不是已经违？退走这个有没有？走这儿，走这儿，走这个、再加一点也有问题啊，形状也不太好，有问题。就一加一粒的话，我顶完这一点。不，这个棋是这个棋吗？啊，对，是吧？可以，加一个是已经有问题了。对，你要是立的话，我这个是先手。对，有问题。你接上，嗯，是。你这有一点吗？不是点，这个棋要单拖，单拖就让你难受了。啊，对，单拖你走，挺难受的。你这个棋就不好走啊，不好走吧？不好。你走什么？顶上了。走这个，我单退，让你难受。单退。嗯，这个让你难受了。你不知道走什么了，这个棋单退，你因为你这两个子是棋金的话，你就不好走，对，不能掉，这两个子不能掉，你就不好走了，你说我赌这个，我但是我这个有万啊，你打吃这脚吃打劫，整块打劫你肯定受不了啊、嗯、是吧，那你说我走这个被我有脚吃，你走这个被我这一扑，这一万就还是有棋，一扑一万就出棋了，有个带响，那你走什么？走这个，这一叫吃不是刚才还原了有个打劫，所以这个棋啊，就是单拖就让你难受，所以还是得你搬这个棋，你看这个棋就有棋是吧？对，这一长，然后这一段，至少是官子吧，嗯，都有棋，所以这个棋啊就不舒服，不太舒服，不舒服。但是顶在这儿还是有棋，不舒服，黑棋还是点，点了，那这个地方又是读秒当中，只能接啊，然后一夹，这个、不对，这个一夹。假他立的话，这个地方他担心飞一个长一个，他会对这里面气已经，他这个地方有一个斑，有个斑，对，你恰吃的话我可以做劫，嗯，这个地方搞得他很不舒服，嗯，搞得不舒服了，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打劫的问题啊，
是，其实你加的时候，我如果立呢，跟你是比气呢？啊，这个地方是都很难说，因为气也很紧，白气啊，很紧，嗯，这个算路，这个比较复杂的，挤了抵住什么拖一个，这个很复杂化，挺复杂的。这个不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收气，我觉得白气还是能下，这样白气可以，是吧？这个可以，你这走这个它挡住啊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你走这个它紧气，嗯，这样倒是气，好像白气快，嗯。白气快，是快吧？快一气，快一气，快一气。那这个反正很讨厌了，这个气啊，味道总是很不好的，很讨厌。这个地方白气搞了一个很麻烦的事儿。对，所以加的时候白气就挡上啊，很难过，这个很难过。然后黑棋先说把这个关子给收了，这个太难过，太难过，太难过，这个一下子。差别很大，一个角本来看它差不多有接近二，哎，太难过，太难过，十七八目的，而且不能粘，粘的话被它这一点还没活，对，这是个打结，还在这样，还在这样走这个，最后这个打还是被人家打着，这个棋可不对啊，这个棋，那么这个黑棋然后走什么了？黑棋是靠这个，靠这个，只要做眼就可以了，只要做，对啊，就行，走这个，然后他虎一个，把它退一个，退。这个地方看看能不能吃着它，然后一挤，啊，挤这个，它这个地方，然后它的尖，它反正往中间白眼，死白眼，对，只要白眼就可以，哎，就死着给你白眼，就一个一个眼给你往前做，这是那个它的策略，反正你中间你也成不了多少目，我只要眼出来就胜利，这个陈耀烨也够可以的啊，然后一扳，扳粘先手，这是他的先手。这搬粘都是新手，跳跳一个，对吧？那么白棋呢？这个时候能不能吃着呢？不吃的话，这个是哦，白棋把这个收了。对，白棋走这个，他这个不能忍受再打。他先手打一个，他不忍心。嗯，他说你老留着，干脆我给你收掉。这也是一种对鱼的心情。对，那么那个棋又当我劫财，又要留着，万一这个独苗说我又当劫财又收目，太难受了。对。那既然你留，我就给你收。搬在这儿的话，相对来说，白棋是不是已经放弃吃黑棋了？那就放弃了。他看着路吃不着，那随时那儿有一打，受不了啊。嗯。那个挺大的，他放弃了。他被黑棋查，那就更脱先一手啊，那就放弃吃了。嗯。那就这棋就开始收官了。对，收官。哎，那么白棋呢？白棋是一飞。这个什么官呢？这个棋大吗？中间这么厚了，往这儿走干嘛？这个也不小啊，中间这个挺大的，这儿走一个，那黑棋这个也挺大的，那黑棋走到这儿了，对，黑棋走这儿，嗯，这个棋怎么这样下来，走这个，它是这样，是不是瞄着这个，也可能瞄着，力也可能瞄着，嗯，它这么搬退，我还瞄这个呢，还想，哎，对，你得给我做活呀，是吧？那么黑棋的做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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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这个眼，对，然后白棋把这个，它中间你破的话，它中间，能拱出眼来，多拱一个眼就行了。上面它也有一只眼，对。哇，这个棋，我们看啊，它是走立这个，立，然后黑棋一贴，贴这个，哦，这个地方又是一个复杂，这个不过它随时有一个活棋。打完他搬了力，是搬力是活棋，这三个字可以弃子，对，还有一个活棋的问题。然后白棋得自己补啊，自己走这个补个，因为不走一拐走一力，好像自己就哦自身有问题，对，自身比如说这样哈，不单力，对对对，单力活死，所以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搬，就是要立的，或者你要走，他立一个，这是不是还得走啊？他要拐一个，对，拐顶一个顶。这个题有紧气的问题哦，搬一个，嗯，他挤一个，挤，然后一爬。如果走这个被叫吃完，打先手活，先手的问题，得打，不用挡了，直接就已经先手活了。哦，走这个，黑棋，叫吃，对，叫吃。如果你粘，黑棋把连回来是吧？对，但是下一手棋不得了，好像还在补棋。走什么？他单扳就厉害，这个就打劫了，是吧？那如果刘老师如果直接点呢？点是不是就活了？点杀不死，杀不死这个地方有一个紧气的问题啊，点他粘上，就只能扳，哎，扳就可以了。那么现在
走什么？把吃白棋要中间的走棋吧。白棋。白棋吃它，来真的是吃它。吃棋了。吃棋，它冲一个就挡住，挡把这个眼先给它破了。这个眼不过被它本来一般顶是有个先手眼，嗯，给破了。本来扳顶了，有先手眼了。现在走什么？靠，其实反正黑棋只要做活就可以。就这个时候，黑棋还不能随便走其他的。不能随便走。假如说你就单纯的做眼花格的话，还没有活，这两个地方都是卡着的呗。对对对对，有个有它这紧着气之后，它要这儿能够先手之后，它有眼，否则不这儿没有走的话，它就硬贴是最好。这做活的是基本功，是吧？是。有一个基本功。然后一打吃，打吃，哦，打这个它粘上了，不行，它只有打这个，只有打这儿，然后滚包，它就等于一个弃子，哎，滚包，它这个就是这个吃一个，你提一个是吧？你提，哎，对，这个吸完手之后，这儿有一个眼，这有一眼，对，这样黑棋就活了。这眼这儿是入不进来，这就铁眼了，两个眼瞪起来了，瞪起来就等于是开始收官了。这大龙没有死活，就是收官棋了。白棋收官，这个一立，立这个，然后黑棋点这个，点，坏了，这个棋有问题了，好像白棋有问题了，脚上不活了啊，已经死了脚上。比如说你走这个，走这个我就，嗯，断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我一猴呢，至少是个打劫活了。至少打劫了，打劫关键是他把这个三个给吃通着打劫，对，是吧？就跟自己这个段不用补了，那不用补了，嗯，就无忧劫、这个无忧劫，无忧劫现在控不对吧？他这铁眼你受不了啊，嗯，白棋的控是这，就是这个控，白棋没什么控，黑棋有一条边，这里还有、还有那么多，黑棋控多，你感觉黑棋控多。那就是说刚才你这个扳粘呢、如果收控的话就单飞这个。白棋应该收这边。收那边还能收、但是呢他好像放弃了。对，他想吃这块棋，一直没有弄好。我总感觉这个棋啊，就是说本来吃这个黑棋啊，你看等于是要吃等于放了他捉放曹。对。要吃他拖了一些，拖了这儿压一个。嗯。给黑棋喘一气。然后刚才是又放了一下。是走什么了？思路不是很连贯。又走什么了？是又这边搬了一个。又搬了一个，又放了一手。他吃大龙的时候放哪能放两次啊？放两次你这个策略都不对了。你早先这就是快棋的因素。嗯，你说是吧？是快棋，本来那个棋你要吃了就下定决心干脆吃了，因为那个打还是后手的，打我可以脱先的，这个就叫活棋啊，因为这个叫吃先手。这个叫吃先手。你提我就叫吃完做眼，还是活棋。所以那个棋还可以放一放，你要下军吃就彻底吃它，你放了两下再来吃，太轻松了活了，这个不对，这个不对，那你让他腾出手来这一点，这个棋啊，你如果沾上这个，他一挤就过了，挤，我们看杀气不行吧？走，然后搬，但是沾上，是吧？然后你一断，哎，我一打吃，毕竟不要打吃，不打单团比较好，那三个看清，这、本来就没眼，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有眼杀瞎，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棋吃了三个不要了，他扳住不要了，对，啊，这个怎么能跟三个比呢？这个就脚这样的话就这个脚死了，而关键是现在控不对，这个我觉得就是前面的问题，前面那个中间呢？当中间吃就攻了陈耀烨这个棋啊，吃的是特别的，觉得我感觉这个聂老啊，这盘棋就感觉这下快棋啊，还是这个年龄大了，结果他这个决心吃的决心呢，他突然间动摇了吃的。再一个这个策略，我觉得中间就是前后不连贯，思路还是应该再往前推，这个地方打劫被他吃了，那个时候白棋挺好的，就是想。就是把这个劫，这个时候先忍一下，不让人家吃掉，把这吃掉，就是给他扇粘上，这个是机会，就是把吃这个皮我就粘上，这个时候是吧？把这个吃住，你皮我就粘住，让你连回来，这个外面就给你活就没关系。当然你把这个提了，你只是走了一个这个断了长，分头又给它分了，
什么都没走着。后面吃的棋啊，我觉得已经是稍微的勉强一点，但是那时候也应该下决心吃，也可能有几分能够吃着的。还应该继续吓唬吓唬他。不是吓唬，就是说即使吃了硬吃呢，硬个头皮吃啊，还是有成功的，就是有比如说有个三分的成功的希望，还难说。但是他一放的话，你就是给他喘气的话，你只有收官了。收官那个时候就已经是，不有就没有三分的胜率了，是吧？是。哎，这个还是我觉得，这盘棋看出啊，聂老这个状态还是不如这个陈耀烨啊，他是刚刚拿了一个世界亚军。嗯。也是年龄小气正盛，聂老毕竟年龄在这儿放着哈，还是这个不如这个年轻那个状态那么好哈。但聂老其实快棋是相当的厉害的，感觉很好，感觉很厉害。对。好，今天这盘棋呢，我们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，最后的结果是陈耀烨获胜。那么好，再见。再见。